他不是要强吻我吗？不说话，擅闯云听池，可是重罪。啊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解释啊？ 来人！大胆！你大胆！眼前这个霸主，就是大隐国王爷，一齐王。君上，我是巫族圣女。 李七七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喂，这一路赏见的男人穿的都一样，就他穿的跟别人不同。他这件看上去很华贵啊，难道他这件衣服也是偷来的？ 你这个小偷惯犯了吧？你偷的这件可比我拿的这件值钱多了。放开！啊，对不起啊，是要好好爱护，穿完还得还回去呢。这个蠢货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发你的。你呢，就当没见过我。 哎呦，局长，你是不是见到程娘娘了？她是不是诈骗？派人去禀快吗？把宋给镇北侯的讣告给追回来。啊！还不快去？等等。明天去趟玄衣阁，让医官们给丑妃看看。诊完速来回报。你也跟着去。我也去。只看病，其他问题概不去问。 奴才知道，奴才这就去。仇经理，你不该活下来。 的事情不能被任何人知道。 Thank you.
上，臣妾伺候君上沐浴吧。不必。君上，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？无碍。魏玄护驾来迟，请君上责罚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哎呦，君上没事便好。来人啊，把这些刺客都给我拖出去！君上，这些死士能进云听池行刺，怕是腹中有内应啊。这么多年终于按耐不住了，属下这就去查。没有姑的允许不准进云听池。是，臣妾知错。好大的胆子啊，你穿这个衣服不怕被抓啊？像是一场，我送你几个果子吃。够了。没事，我这还多着呢，再送你一个。你怎么没接住啊？多可惜啊。那我只能再给你一个了。哎，喂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谢谢啊，你这个小贼心肠还蛮好的。